해보고 올래. 또几点了还不回？ 不回来是不是？你就不要回来了。你看我穿哪一件好？这件，还是这件？都不好了。哦，如果去花莲了，去了就不要回来了。柯太太，你终于开门了。不是我，是你。 你把我的心门打开了，我真的从这些孩子的身上学习到，爱不只是给予，我们还要不断启发孩子心中的那份爱。没想到我付出的一点点，却能有这么多的回报。